小杨哥直播间来了位漂亮品牌方，直接又把小杨哥整破防了。老妹儿带什么品？老妹儿，柳丝木的氨基酸，柳丝木，它不会紧绷，不会假滑，适合人体的这个弱碱性，适合敏感肌。对吧？这怎么用呢？怎么用的这个？这个就是它这个泵头就很方便。嗯，杨哥能不能借你贵手？啊，借我贵手。有人。哎，不是贵啊，这手不贵，这便宜，什么贵？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泡沫非常的绵密，哦、而且 QQ 弹弹的，是不是？很柔软。我怎么用？怎么用？那我可不可以在你脸上？我让你感受一下，就是像 SPA 一样的感觉。哦， SPA 吗？你在抓 SPA 是吗？杨哥皮肤好好呀。我皮肤还好，我想兄弟们，翔哥现在心里啊都乐滋滋，脸上表情，你看，不要装了。我洗脸就这么洗的。我教你，你这样糊，你这样，你再拿手这样糊，这样糊，哎，对，那这样不就这样？啊，对，这样糊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呦，太尴尬了。哎。直接差点飘起来了。哎，他已经擦脸了。笑。奇怪，我想粘的变有点白了，你看是吧？啊，是的，兄弟，看看是不是感觉很清爽，而且不紧绷，对不对？嗯，是确实清的，挺温和的。哦，日常价多少钱？管我价是79.9。啊，我们看一下，79.9。对，79.9。价格就哎，就这，69.9，上去啊！小杨哥带货安踏板鞋，居然来了三位品牌方。小杨哥都随后细心的网友发现安踏在直播，券后300，啊，老弟们，这次小杨哥也是非常照顾兄弟们。小杨哥多少钱了？229，上去了。小杨哥带货时跟品牌方手把手教学，却被小杨嫂当场抓包。看看求生欲极强的小杨哥是怎么不开心的。啊，这样。这样对不对？对吗？对，哦，你这个时候你在有空的时候你在垫垫手。你尖呀，你尖，你不尖了呀，你尖呀。每一天都期待能和你见面了吗？见面。你的爱是我曾经祈祷飞你的眼。内心的纠缠，这是我改变不了的永远。好了，好好，杨，那个你媳妇原谅你了。小杨媳妇直播间被小杨嫂抓包，求什么你自己拉满。你媳妇在看直播，你这个东西你要解释清楚。看直播能咋的？看直播，看直播。一个字，绝。不是这个棋，他那个棋是，对，是小棋，是这个棋。哦，他那个棋不是这个棋，长得很漂亮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我媳妇长得很漂亮啊！我媳妇长得多漂亮！小杨哥直播又在疯狂作妖，都把大杨哥逼到崩溃了。我就想知道有多少兄弟在认真看品，看的扣一，没看的扣眼珠子。你们看，给兄弟们看，啊，我看的是什么玩意？你看的什么玩意？你看的什么？瞧你那个作死的样子！我感觉。滑滑的啊！你衣服要拿来遮，你给兄弟们跟你做什么呀你？你烦死了！我回上，我来踢，我来看一下这什么？你踢啥呀？你给兄弟们看衣服呀，看衣服呀！你拿来给人兄弟们看呀！我跟大家说呀，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布料，纸面里面的布料，对，它里面的布料，对。你卖吧，你卖，你卖，那我卖呢。你卖呀，你懂了，等这么懂假不懂？我懂什么？我懂什么呀？哇，你妈！我知道你要干嘛。你呀，哎呀！哦！大家一定没见过传统的磨豆腐吧？小杨哥拿来了一个传统石磨，来现场展示磨豆腐工艺。好好，妈，你磨那么多干嘛呀？我看磨完是什么样，带兄弟们看。好，放点水，放点水。都慢了，放水啊！啊，放水。我倒一下，我斜一下呗。
我为什么要捅馍豆豆呢？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豆腐，他们家1915年味的，这个是真不错啊。这个就是刚才磨的豆尖，我们是东北非转基因大豆，越嚼越香哎，转什么？非转基因大豆，转基因大豆，东北非转基因大豆，对对对对，它好像很多皮，这个五香味的有点。有点点甜，就当你小零食嘛，是吧？可是看电影或者没事干，好吃。对，喝点啤酒。对，这不错，它的豆腐跟别的豆腐不一样啊，又嚼劲。今天在两个直播间啊，两份鸭脖，两份六根鸭翅，两份鸭翅根，两包辣的香辣香辣的豆腐，两个。五香豆干，到手是个包。我们今天主要是卖这个豆干，送大家这么多东西啊，再加那么多东西啊。你看啊，这行，你就拍69.9元上车。哦，这个是3件3，传统工艺啊，劲道，劲道的，它的不仅豆皮儿劲道。由于上次央视指定带货的品牌摩摩哒按摩椅受到广大网友的认可后，小杨哥再度邀请品牌方来到了直播间。我们是上市公司的一个品牌，默默的在所有的机场、火车站以及高铁站到处都能看得到。我说一下今天它的基本的一些功能。按照你的模式打开就行，打开之后呢，它会进入一个自动模式，会自动检测你脖子的宽窄，在你的脖子上进行一个揉捏和按摩。然后这里呢是揉捏我们肩膀，这里呢是揉捏我们后背，这个地方呢是揉捏我们的整个的腰椎的，这里呢还有一个揉捏我们臀部的，两边有两个蓝牙连接我们的手机，听一下音乐，这样按一下就可以了，这是自动。升上去之后呢，人就比较容易这个躺下去入睡了，因为它特别舒服，特别是你中午想睡觉或者是晚上想休息，坐下来一点。4000多，今天会送你一个颈椎一个脉冲的，对，就是一个脉冲的，就你要一多少钱？这个是399。小杨哥一般都会争取更多的福利送给粉丝。还有什么？顺丰物流配送，免费上楼入户，2年免费保修，终身上门维修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送退换运费险。今天在小杨哥直播间价格2799。荣泰摩摩哒按摩椅，大品牌，值得信赖，给家人们安排。网友向小杨哥抱怨，马上双十一了，能不能把有息之谜的价格打下来？红粉的小杨哥必须安排有息之谜的玫瑰果套盒，20件到。老妹儿上来说一下，大致说一下呗。我们这里面水乳精华洁面眼霜，然后还有精华油。这是什么？精华油？这个是精华，这个是精华。好嘞，好嘞，咱们也不多说啊，大家知道有息之谜自己看一下。你们正常卖多少钱？老妹儿，多少钱？你要你做活动多少钱？你说做活动。这什么套盒？有锡之谜的鱼子酱套盒。这什么套盒？山茶花套盒啊！来，做有锡之谜的面膜这几片？一盒，5片，5片，2盒，10片，3盒，3盒，4盒。你说这玩意，你这弄回去，你看，妈妈一个，岳父、岳母一个，女朋友一个，上车了，兄弟们，299，299到手有锡之谜。3个套盒4盒面膜，喜欢的家人们赶紧安排。